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龙。你看到我头发有一点卷，这样吗？所谓的卷毛，看到吗？这里是卷卷的。就是有一位朋友留言给我，用可乐洗头不错的哦。他说是真的啦，那边写就是这个 Michelle 周雨涵，可乐洗头门的没？他留言给我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奇，我想就想要试试看，到底是不是可以是真的会好嘞？就是把我的卷毛，你看弄到直。哇，底吗？所以今天我就买了可乐，又是可乐，但是今天是买一瓶吧，好吧，因为上次啊剩下的已经喝完了，那个果冻那个，就用这一瓶来洗头，看看到底能不能把我的头发弄回这样直一点啊，哇，直一点才靓仔一点的嘛，啊、哦，应该是的，哈OK， 现在我们就去洗手。用这一瓶洗一下，看看那个效果有没有？应该不会骗我吧？我相信你哦。OK， 现在我们就开始洗头了。不像很傻一样的拿可乐来打自己的头。OK， 脱掉眼镜先，脱掉眼镜是不是很靓仔一下嘞？现在就拿来打自己的头。冷，很奇怪一下哎，这样。到好像柔顺一点了哦，哇，哎呦，好像很恶心耶，再等一下再去冲水哦，要给它有一点那个 conditioner 那个感觉这样对吗？给它渗透我的头发里面那边。OK， 就要擦干了，哎，真的不是开玩笑嘞，真的是好像有一点效果一样哎，有比较直一点的，有哎，真的是有啊，可以哦，真的是可以啊，这样比较柔顺一点的，不是开玩笑啊，真的是嘞，嚯，牙齿这么靓仔 ，OK， 今天的实验就成功啊，非常成功，真的是有好一点，不是开玩笑，真的是有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给一个 like 哦，如果你有任何题材想要我做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，我每个留言都是有看的，也分享去给你的朋友看看啦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